出偶像剧，人气再度飙翻天，做什么事都让喜欢他的饭超兴奋的。最近宋永利被挖出一组2009年为杂志拍摄封面的照片，看宋慧乔一身红色个性风格，不是女人味，换了短发造型怎么还是那么美呀？他在新剧里是个温柔的医生，长发造型是标准的甜姐儿。这次被翻出的杂志拍摄照片，造型大改变，收起乔妹的招牌长发，画了大红唇，胸前开深 V， 不时还掀裙露美腿，整得乔养眼的。一系列照片再被翻出来看，真的让大家的眼球都离不开乔妹了。